你看这个现在是这样子，待会儿会开花。哦，不要放太多了，再放太多待会儿漏，待会儿吃不完。好，先放中间。70块钱。你快点过，我是行不行？你行吗？我是行不行？我宁愿放90，我都放开了，你就放心吧。你要选哪个样式？选哪个样式？要给建筑。快选啊，几分钟就好了。给老板娘决定，随便你怎么弄吧。不，他没做吧？你太那个，你能不能来点，巧克力啥的？没做也行。带有没有带巧克力的？有啊。对，给我来个带巧克力的。你用那个款，你稍微慢一点。哦，那来快点，来快点。快点的，嗯。快点是吧？多少钱？你这70块钱呢？还没涨起来。50行不行？哎呦，70块钱给打折了，你还说50？没有，跟你开玩笑，不是，我要做好看一点，带花，再带球，那上面。对对对，好看一点啊，一定要好看的，这是我们的台湾同胞。哦，那我这再做黑的吧，做黑的慢，行不行？来带花，九个边。你说什么？九个花边。花边是吧？啊，带花。行吗？行。是一样啊，它就款式不，你这做的太晚了。没有，我们临时。我刚刚才想起来，我过生日。我们临时决定要过生日的。哦，这个你们还能不能下碗长寿面？哈哈哈哈哈哈！还给我装个尾巴，我长尾巴了。你能想象吗？不过生日，没过生日，一过生日现做蛋糕。我操，好屌的！这给我妈看，我妈会笑死的。我都没享用过这种待遇。真的、啊，哎，我真是朝阳区第一人。争取我下一个生日去台湾。是，10月份嘛哈，等你来。12月份。12月等你来，你可以早点来。哦、还可以去台湾跨年了。那、啊、你还可以早点来。你对跨，你一定要做的好看一点哦。哎，你要巧克力也是。你现在是为大陆人民争光。下个月他过生日，你要做好事，我们再弄一个。送男的是女的。啊？是男孩。是我，男孩不是说男的女孩。女孩。女孩。我们特地从台湾来这边做生日。橙子酱嘛啊。行。橙子酱不好吃吗？是吧？嗯。芒果酱更好吃。你能不能写个字儿什么的？你别写字啊，你别插一个牌子吧。写字你肯定放水果放花，放不下了。是吗？啊。来搞一个那个生日快乐，行吗？你得写上，得写上他的专属，这是专属他的蛋糕啊。拿那巧克力酱写字好不好？行。什么东西都是谈来的。我应该去应聘那个外交官工作。真的可以，你很会协商。以后海峡会议给你去主持了。以后两岸的关系靠我。靠你，你特格行。在想待会儿要写什么字？那都可以，40一枝花。两岸和平。啊、哦、对，两岸和平，行不行 啊来个两岸和平，可以、啊、这是过的最大的一个生日。对，你这一手练了多久了？10几年了。我靠，难怪他敢现做，难怪他敢说，马上我现在给你做一个。对呀、啊，那肯定在一会儿做好，你也是。以后有没有像婚纱的那种裙摆？有，原来是这样做的。跨这个哎，还真不错哎。又快又好看。看来你这10多年，可以做。没白干。对。我。你今天。哇，好棒。谢谢啊。你今天在台湾民众前面。你什么时候生日啊？放到。你什么时候生日啊？哇，你要想送我的蛋糕啊？嗯，谢谢。我看你这么做，我就有情不自禁要送你个蛋糕的意思了。谢谢了，哎呦，太客气了。你生日的时候，你给自己多做什么蛋糕？冰淇淋蛋糕。你们要写个20164月5号吧。那个先来，要不要少一点？你有顾客来，我帮你去招待一下。哎呦，谢谢啊。嗯。哎，你好，吃了吗？现做蛋糕。你要多放玫瑰花啊！啊好，现做的才有这个酱。是什么呢？你是一块的吧？他们是来参观你做蛋糕的。我是看买点饼干做着吃的。可以的，可以呀。你们看到现做。买一送二。
买一送二，一包2.50。看你吃什么，赶紧吃吧。哇，这是美。现做饼干，现做的饼干。这个用来这个抹到脸上会不会洗不掉？抹到脸上会。砸到脸。来啊，来你也吃那个，漂亮吗？漂亮漂亮。你要留点写字的空间。空间是吧？可以的。嗯，在这边放花。是一块的。两岸和平这四个字会不会很难写？这会不会太多了？得找细的。那就写的和平吗？我们提升到两岸的档次。要写个日期比较会记得。好。写什么字啊？就写两岸和平，我们就抱着这两岸和平的心来的。现在不太好，你自个写什么？行。但写在纸上。贴在那上面。不是，你待会搞做蛋糕上面，你自个写吧。我写字不好看。我这正楷搞好了。你怎么自己写这样？对，做玫瑰的。哟，你这做玫瑰啊？哎呦，我这个老天！哎呦，我嘞个天！这个厉害，这个厉害。漂亮吗？漂亮，太美了。谢谢啊。我操！这做玫瑰看到吗？哎呦，哎呦。花鞋子在哪里写？就这样。那你去写，我去把字写好了，真的。用什么写？看一下嘛。去把你的写。先做玫瑰花嘞。写这样垫一下，在这上面垫一下。在上面先垫一下。哎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别搞啊！你要争气呀。这边写简体好了，你写简体。没有简体吧？两个和平四个字。不能写二啊。这个难呢，待会那个暗会更难写。不难写，你看你。要不要我再换一个？行，还有那个口子太小了，它挤不出来。对，口痕太小了。行，你帮他挤。可以。可以。不行，这太怎么拍照啊？这个。这个简单的再弄起来就。啊，没事。感觉就很好。要不写首字母吧。反正你怎么还是你的生日日期，还是你的名字？4月5号对啊，你要写今年，2016。就写一个北京4月5号就行。然后可以。行吗？好，就这个行。行。我核电一下北京。哈哈哈！哈哈。BJ 好了。这到时候写的时候，这个可以碰到这个表面吗？不可以是吧？不碰，稍微低一点，一碰它的花不好看。还有一种，还有那个，你有没有那种上面可以挤的那个？我觉得中文的比较容易。不，你去写，然后上面还有一种，还有一种这个写呢，写不好看嘛？这个再加个，或者你去把这个打底的写。啊？去写个上面。哎，红的，再描一下是吧？对。哎，老板，现在哪有饼啊？不是，你不要吃这个呀，这个不好。好吃。方便面。对，干脆面。你吃饼干嘛？饼干好一点。来，来一个饼干嘛？好啊。这一块，这个看看，想一想。差不多就行了，是吧？嗯。哇，有练有进步哎。最起码的呀，最多是一个。你还是想要写两岸和平就对了。哎，两怎么写？两个人呢、啊？你们不是这样子吗？只是写个二哈。两个人吗？哦，对，两个人。我靠，写成雨了。繁体是中间是这样子，没有。11块是吧？不好意思啊，字自个写。下次就当个字，你写的挺好的。下次自己给自个写。拿那个巧克力那个写出来好。哦，挺棒的。差不多，哦，激发了潜能。还行，我感觉，哇，这两岸和平还行。他硬是要写两岸和平，就是。没事，看我的啊，来，让生命回味这一刻。等一下，这个颜色会太浅了，在上面会太浅。没事，还有红的描，好看呢、啊。哦，还可以描。是你描还是我描？我感觉我描不好，要不咱们一步就到位，你来个鲜艳的。这个打底在上面有点红的，看看吸。行，那我就去，这个快没了。啊，没事，你写没有这个。不好意思啊、哦。
也不好吃，我应该是我们不好吃。哎呦呦呦呦！冰高一点，把那个上面冰高一点。哎呀！哎，对对对，行的。嗯，挺漂亮啊！哎，这个稠一点还苗呢。这是什么核桃酥吗？哎！哈哈哈哈哈！嗯，对不起，幸好我没有说话。我现在拿多少盘啊？几个人吃啊？哪六个人啊？那我们再拿一点，拿八个吧啊！拿一个帽子。帽子啊，帽子。别拿这个，然后。今天，我今天担负的这两个和平的这重大使命。这是我做梦都没有想到的。没有人想到。待会儿我要录一个微信啊。我是过生日赶上好时间了。好，现在最重要的责任。他已经成功一半。打横的没关系，打横的不一定要打直，两个横就好了。没事，往下一粒一粒，往下对，继续粗一点，没事。我每张都给 Facebook 上面的，这样弄。为什么不行？弄一张。哎呀。不行啊。哎，行。你们家还缺人吗？缺人，你这东西做好。就像我这个，能给多少钱？你来就打工。写字啊，今天。Yeah！ 哇。四月五号，四月五号。四月五号，好了，四月五号是吧？是是是，要写。四五行吗？可以可以。零四零五。啊，四五就好了。四五就好了是吗？是是是。OK， 该写的挑战题。不圆就辛苦了。写出心得了现在。哎，那样就没有你。数字数字。我知道，你要不要把你的首字母放在上面？首字母加。要不要？要不光写你的，要不光写你的姓的首字母。没有，好好好。就写一个 L 就好了。好好好好。我看了，哦，不好意思啊。没事没事，我，你不是这边的，你是这家的。隔壁的。哦，隔壁的。没事，我编电话，没问题。你能想象11:45我在这边做蛋糕吗？再15分我就想58了。L G G 是吗 ？Hello。啊。E I。E I。对。L E I。OK OK。啊，小编你用心。用心到这种程度，你到台湾来，我给你找老婆，找爱人。哎呦，写的挺好的。哇，太棒了！太开心了，不加红的啦。啊，加，我先来一张，先来一张。加红的好看，不加红的不好看。先拍个照片。让这个先。加红的还要在上面。就这样的。我把我刚才的动作再。就这样的。阿姨描到最好，给阿姨描。那你描的不好看啊。描就好了，没事。两岸和平应该用绿色的。和平哥，绿色的也行啊，蓝色的也行，每个各一个颜色算了，换个蓝色的，每个各一个颜色吧，蓝色的，蓝色的跟绿色的，蓝色的先来，绿色的先来，绿色不够了，你来这个，绿色写哪儿？写这边这个，再写这个，嗯行，绿色，嗯，先粗一点啊，行。不会写，没关系，瞄上去就好了，没事。还有一个事物做的带绿色的，好吧？还写一个什么颜色？那个口还换颜色吗？还写一个随便的，还能做完，就是你的颜色好看的，最好是那种七彩的更好。对对对对，粉的，好粉的。粉的，我看一下啊，七彩的快，我们要在12点之前做完它。哦，你要用那个。七彩的黄色的。你在录像还是在拍照？录像。那我刚才说的都已经录进去了。是。你刚刚讲的是恭喜发财之类的，长命百寿、百岁之类的。
谁唱的行吗？可以可以，都行。你什么颜色都行了，现在。是啊，得刻好不行吗？什么这边好了。可以可以可以，没关系，就不和谐。我老天，你可慢点啊！没关系啊，不是这个写粗，是吧？这个口太大了。这大嘴，我不是写字的，这个我，哎，怎么写？没关系啊，我红了吧？了我要快，不是太大了，这口。来来，我来。哦，不行，那个橘，不好看嘞。口太大了。他现在充满信心。对。不错啊，看不见了。对，两和平。好，这样好，这样好。对，看不见，那黄。哎，对。那你不着急，我就一点一点颜色，太着急了，慢。下面是，哎，对。今年的过年。这阳春也好啊，过年。哦不，生日，今年的生日。太慎重了。现在搞一个绿色的，觉得那个我都觉得我像慈禧了，你怎么觉得你好看？绿色的是吧？嗯，对。你看玉扇，来，走吧，这个红的小王子。那大姐刚笑，噗嗤一笑。那个红色的，我红色的鞋好看。哎，对对对，哎，哦，哈哈哈哈哈！你把这扶起来啊！这扶有花。这个不赖我好像。怎么赖你啊？这是他自己往上掉的。我这个要是在消费法里边，我们还没消费完，他就已经出现状况。哎呀，好啊！那个口字，我在那画个草莓块上面啊，哦、太有才了，太有才了。这个和口，那个口还没上颜，而且那个五颜六色的了吧？你要走这样太了。这个嗯，巧克力酱。来，在那这。哟，哎呦，哎呦，你怎么这个没写字？没关系，没事。你再拿那个。奶油再糊上它就不就弄起来了。不是啊，嗯，不是，你这个补才是功夫，你知道吗？不好看。没事，因为我们待会坐车的时候那么一晃，还不知道它会变怎样呢。没有，它那个不变形。你这个怎么弄一下？这个我在那，那没关系，再顶。把它掏出来行不行？别掏了，别掏，你再放个草莓吧。行，对，放个草莓。把草莓的压起来，好不好？行。哎呀，你没跟我说，你怎么这个来写字啊？我以为那里面是稠的。不是，它是使用的色素。啊，那是色素。吃掉是吗？吃掉。啊，那一块给他老师吃，让他长命百岁。没关系，心意到了就好了，心意到了就好了。这个没事，这就掉了。对，心意到了就好了。哎呀，那就这样。太棒了，也还行啊，也还放五只猫吧，放五朵玫瑰花，几个人呢？六个人。六个人啊，放六只啊。啊好。一个七只猫，干六只。那我们人可多。我们还得请整个 KTV 的人。你别放太多，把这几个字给盖住了，就失去意义了。把哪个字盖上啊？那字不要遮，不能遮到啊。不能遮到你，不盖。没关系，四朵花就好了。不盖，你放心吧。这样就行了吧？这样就行了，行了。一个放这呢。行，听大姐的，大姐十多年的这个审美了。谢谢啊。嗯，别客气。太暴急了，不然我的。你那个是啥呀？这个。那就粘住它的。
这样香精一点。那个是可以吃的吗？这玩意儿是能吃，这好吃。是吗？是。你那吃，这是那个姜女做的。什么东西做的？姜米，能吃姜米，还能吃，能吃，就是那个冰淇淋下面那个。哦，这种材质，现在泰国用这种材质做一次性餐具，是吗？吃完饭就可以吃掉它。行，不要弄到自己了。嗯，还有，怎么样？就是还有怎么样？对嘛？你明天给我看是吧？是。我明天就去给你宣传，我只要我朋友过生日，再谢谢啊，全部发微博，然后我全部放脸书，我们还放国际论坛，帮你放国际论坛。行，欢迎你下次过来啊。好，每年过年我来，每年过生日我都来一趟。开了吗？有，待会啊。你居然还有那种显示岁数的？待会啊，是我23啊，我不好意思告诉你。我怕你说不像。我的显了几岁？待会啊。哦，算了，我不看了。我行吧。行，不错。真的好看是吧？挺漂亮的。快，12点了，还有5分钟。哦，好了。原来我要打包行吗？打包。更好看哈。谢谢自个写，你算了一会儿啊。不好意思啊，自个写的，还有四分钟，要来这里自个写的，还有4分钟，快排队，自个写还得少几块钱，少10块钱行，拿绳子给我捆住，捆着，好的，哎呀，太好玩了，你刚肚没掉吧？你给我妈看，我妈会笑死了，我的天哪！我妈说我要来这里过生日。这谁出的点？这好像不是我出的点。那就你出的点子，待会就标记你。哇，我好多年没吃到这么大蛋糕了。这个大吗？大了。被甩了。啊，这服务特别好，特别好。你是哪里人？我是安徽的老乡啊，我是山东的。哎呦，好嘞，谢谢，谢谢，生意长虹。哎，谢谢。赶紧叫车。这么开心？我是这么开心，我还没过生日，我还5分钟呢。我感觉我今天赶快。看到了吧？看到了，在跟他说什么？大年万岁！万岁！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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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可以放下来，哎，走了，我看见了，很清楚。别往里开了，我给你看一下去了。我的群也看看。我就那么一扫而过就行了嘛。我告诉你，这是人民大会堂。在这里一停，马上就过来。你看到没？你人民武警站得多么笔直。我们上的就是《纽约时报》，可不是一周刊。我告诉你们，人民大会堂也可以包餐厅。你真的很能包。当年还有一个传销组织在人民大会堂开会来的，跟你说。哪一间？有一个特别，那传销干的特别大，但是他们最初的定义不是传销，后来开完会之后就被人家调查出来是传销。20万，你拿20万也可以包了一个餐厅。哦。人家是包了会堂。看我是观光客。天安门。
该去哪？你知道你看印的长吗？它是只有一班上的建筑，只有十个，知道吧？就是每班上都是这样。